我母亲在怀外的时候出了一些事情，两个月以后就成这样了。 感觉是那种无氧感，对我现在那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因为感觉。 看那个鱼塘，我今天晚上那个，跳到那个马路上，去自己偷偷练，想去证明一些东西，你们就是放弃了我，然后我想用我自己的努力，让你们觉得你们就是错的。 画纸就它就是，我也就是不灵活嘛，画那个水袖，去把这个画了一下，就是那个有那个长布嘛，我就把这个手，我的视线去盖住，甩袖或者抛袖子去画就它，吸那个油墨笔下，有。 像他这种特殊情况，他学昆曲，我一看，哟，那他学昆曲怎么学呢？后来我说，你能不能把你学舞蹈的那个东西我看一看？哎呀，我就觉得触动很大。我跟他说，就是每天当班的，要认认真真的，而且非常平等的，要认认真真的教，我也会跟着一起。 这样一个人有什么残疾吗？我能够出来表演，能够用自己的学习行动去，不是不是在同一个人。